在时要朝思暮想，守身如玉，不得有偷鸡摸狗之行为。这也不是啊，这想一下。这就是这一位啊。好，来揭晓一下。你要不猜错我？有戒指哦，有戒指，猜错了，来。他的戒指挺强的啦，我嫁给我吧，我也好对。再说一次，老婆嫁给我吧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许下的祝福的话，你见我刚下订单，过期的时候，反正交给你哈，你过期好好疼爱他，好好照顾他哈。啊，你做该做的事情，你的家务事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就要相夫教子那些做好来啊。你们夫妻恩恩爱爱一辈子啊，这样子，爸爸也没什么条件啊，自己要差不多知道该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该做的都要做啊。我去，敢于接家的话，我会过得幸福。感谢妈妈，谢谢，感谢爸爸妈妈。你下来到院子。谢谢爸爸妈妈。26年的爱的照顾，我很爱你们。你看好，妈妈我会好好对待，乐意，孝顺你们。